不用着急，就照现在的步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旁进行协助的。Thank you.
县长，刚才我检查了一下崩坏三现在的情况，目前爱将已经将贝尔瑟斯尔模块最后的修复工作完成了，至于剩下的凯斯帕模块，可能是 BBB 还没有来得及入侵的原因，似乎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害。我知道你一定很着急，但我们还得去 Casper 模块做最后的检查才行。不过如果不是偶然遇上你，我恐怕不能如此顺利地夺回 Melchior 和 Belthasar 模块吧。那看来我没有看错人呢。不论如何，谢谢你愿意陪我一起修复崩坏三。哦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要让你窘迫的，只是想到有人和我一样这么喜欢崩坏三，就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。对了，为了表达我的感谢，我想送你一件礼物。一件非常特别的礼物。我想请你留下一句对崩坏三的寄语。什么样的都行。你对崩坏三的感想，你一路游玩而来的感受，你对某个角色的憧憬，你对游戏未来的祝福，即使是小小的抱怨也没有关系。告诉我一句你想对崩坏三说出的话语吧，我会把它永远留存在这个数据空间中，作为对你的感谢和铭记。我只是想知道你率直的感受。请告诉我吧，你对崩坏三想说的话是？
原来你是这么想的，确定了吗？好，核心密钥已刻入。好了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你应该也很累了吧？请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准备一下与凯斯珀链接的传送门。等你修整好后，我们就出发。魔块的防火墙也已经被他破解了，总之先往链接门跑吧。逃吧逃吧逃吧，或许你们真能逃掉呢。开玩笑的啦。什么区区病毒居然敢这么猖狂，看我杀了他。冷静，现在还做不到。我想你们已经见过我的作品了吧？我觉得他们的设计比常规的怪物前卫多了嘛，而且数值也调高了的话。哎呦，居然自己搬掉了闪避按钮。是为了保护身后的倒霉舰长吗？可惜我还想着把舰长数据化分解之后再揉成更有趣的新怪物呢。请退后，舰长。被知道光束击中的话，你将无法在数据空间中维持形态，现实中的意识恐怕也会受到损伤。请听好，请想办法和爱将他们找到前往凯斯派的方法。崩坏三就交给你了。
怪，不坏三已经是我的了。拜拜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障碍物删除。双马尾加速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些让人在意的数据。障碍物删除。是新的谜题呢，加油吧。世界，今天的开放世界也是风和日丽呢。加速启动。双马尾加速。障碍物删除。加速启动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些让人在意的数据。双马尾加速。障碍物删除。加速启动。喂，阿健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双马尾加速。双马尾加速。双马尾加速。讲魔术，是新的谜题呢，加油吧。障碍物删除。加速启动。双马尾加速。
加速启动，双马尾加速，是新的谜题呢，加油吧。加速启动，有些让人在意的数据，双马尾加速，等一下，这里有些让人在意的数据，加速启动，可恶的 BBB， 等着被彻底删除吧。等一下，这里有些让人在意的数据，是新的谜题呢，加油吧。加速启动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双马尾加速，魔术障碍物删除，双马尾加速，
怪物删除。喂，阿健，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加速启动。加速启动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呀？